天是2016年3月12号，所以我今天来到这个华为北路碟山2016，就是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向我的女朋友陈彦明求婚，所以希望今天可以一次成功啦，快点。所以为了这次的求婚呢，我就组织了一个团体啦，总共我们有5个人，然后我们 plan 了很多东西，讨论了很多东西，我很感谢他们。所以那我们就刚好了有这个，就是我的求婚戒指。So, 希望他会答应我的求婚呢。Like a session of one night toy, you know? Alright.
There you go, Ben and Cheryl, right there. 当初为什么在学校会看上他？其实我一直很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一个情况嘛，就是说中学的时候，然后他是做那个图书管理员的，就来这边，然后有一天我就去图书馆，然后他就回课室，然后我们就在转角遇到爱这样子。因为我就看到他就是很 rush， 他就这样冲过来，然后我们转角看，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女生，然后觉得她很特别。啊，对，因为那时候风队的时候我是转校生嘛，就他们会比较多人来看我。不过我是风波的时候才看到，才认识到燕儿。还好啦，同学。以前是驾摩托上学的嘛，所以开始有时候会载他去补习啊，不过这个不能给他别人知道了，因为他没人去给他坐摩托啊。然后过后就有一起开始上课，然后就去看戏啊，去载他补习。他的摩托放假哦，不对，叫两个人撸去修理摩托。有下雨哦，没有下雨。好像有试过下雨。妈妈也知道吧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也是知道啊。然后没有被骂。嗯。佳佳不知道。怎么被骂嘞？有人可以载我回来了，不用坐巴士了哎。然后是哦，一个十周年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，这样子就选了今天。哦，刚开始当然是哦。因为我是一个喜欢有 planning， 然后一步走的，所以全部我都觉得 OK， 只是那个求婚的对白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讲的不是很好啦，就那时候会很紧张，然后上面又很热很潮，所以我要讲的话可能都他都听不到这样子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哎，刚刚好就是碰到我们十周年的纪念，就不要浪费这个机会了。其实我之前一直很担心，就是说我们碰到别人问我们，哎，你们打算几时结婚的时候，他的答案大都会说，哎，等他考完试先啊，所以我就那时候会担心说，哎，那时候如果今天求婚他不答应我怎么办呢？跳北轮，我们已经讲过了。我就是觉得哎，这是我跳下来，或者是我推他下来。醒了没有？开心，很感动，还是两个人，肯定还是私底下解决比较好。太过仓促了。为什么你会答应他？我不想了，因为我在气球上面。昨天是 anniversary， 是不是啊？继续找粉，去次炒粉，沾死气。还好啊 ，OK 啊， okay 人相处都是这样的啦，有好有开心都是开心的嘛。好，我感动。今天呢？今天干嘛？求婚。啊，你看都陪着你怎样？他陪着我呢。都没有想到，你加入阿泽，奇怪，我就不要理他哦。加海路阿泽，没有就还好啦，不懂啊。大家相处我都不理，大家自己自立就好。阿飞，为什么你会求婚呢？想加海脸，他喝酒了，觉得是时间了。他喝酒了，就是时间了，这不是答案来的哦。一定是有一个话会去得到你要去结婚求婚的吗？我是希望30岁之前可以给他一个安全感。可以搞男人，这样子你要结婚？安排时间哦，那个酒席啊，然后还要得到他本人的同意。
就在他个人生活。结婚就是生小孩的，他为什么要结婚？顺其自然呢，最好就是有男的有女的，就可以穿不同的衣服，我就可以跟他，男的就可以跟他打篮球啊，女的就可以跟他游泳啊。你喜欢全肉什么？什么都不喜欢，就是喜欢。我对血肉有什么感觉？其实为什么会喜欢他？他其实基本上每个晚上都问我同样的问题啊，然后我每个晚上都是回答他说，你给同样答案是不同样答案？同样的答案，就我觉得他是一个好老婆，然后他一直自己强调自己不是一个好老婆。啊，比如，睡觉会磨牙？没有，我就觉得他会把那个家。打理得很好，就是这样，觉得他是一个好老人，会顾家啦。